稣吩咐门徒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其实这也是每个基督徒应尽的责任和义务。我了解到开路者的同工们都是一般爱主的基督徒，他们很有爱心和传福音的担负和能力，所以我支持开路者。我曾经经历过疾病带来的痛苦，无论在肉体和灵魂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和折磨。这个病使我深刻地体会到疾病给人带来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，以外我也明白到当人面对灾难的时候心灵极为脆弱，其实这个时候也就是人更需要福音的时候了。金钱是神托付给我的，我只是金钱的管家，当神的家有需要，我乐意献上。我了解到开路者与众多的教会有联络，所以我愿意透过开路者赠送口罩给其他的教会。开路者有来自神的意向去接触一些未信主的朋友，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个 COVID-19 的疫情下能透过赠送口罩给这些和他们这些人接触，透过关怀他们传福音，帮助他们认识神，叫他们知道神是爱，知道神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和出路。